baby bus. We are wet. Oh, 头发弄脏了。乐乐，来，妈妈帮你洗头吧。我要玩泡泡，洗头发也会变出很多泡泡哦。耶，那我要先洗。洗头发，洗头发，一起来洗头发，加点洗发精搓一搓，变出好多的泡泡。起来洗头发，用手指头抓一抓，变出不同的造型。乐乐，你看我的头发。洗头发，洗头发，一起来洗头发，用脸盆头冲一冲，所有泡泡变不见。头发干干净净，真舒服。我也要洗头发。洗头发，洗头发。一起来洗头发，加点洗发精搓一搓，变出好多的泡泡。哇，洗发精好香啊！洗头发，洗头发，一起来洗头发，用手指头抓一抓，变出不同的造型。姐姐你看，洗头发，洗头发。一起来洗头发，用脸盆头冲一冲，所有泡泡变不见。洗头真好玩。洗澡吧。地板湿了，有点滑，不能到处乱跑哦。小小宝贝呀，不乱动，妈妈来帮你洗身体，抹上香香的沐浴乳，哗啦哗啦帮你洗干净。小小宝贝呀，真干净，妈妈来帮你刮毛巾，从头到脚都擦一擦，身体擦干小心别着凉。哇，洗完澡真舒服，我要去玩哦。哎，宝贝，快过来，妈妈帮你吹干头发，再去玩吧。嗯嗯。宝贝，吹干咯，现在你可以去玩了。耶！我们一起堆积木吧。嗯。哈哈。嘿嘿嘿。
往你脸上喷的。哦，没关系。爸爸，我们是在玩水枪大战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帮我洒点水，还真凉快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玩水，那我就带你们去游泳池玩水，怎么样？好喂！带上了泳镜，拿着游泳圈，来到游泳池，一起来游泳吧。伸一伸双手，压一压双腿，跟我一起做热身操，动一动身体。抓紧了扶手，双脚要站稳，一步一步慢慢的走，不要太着急。双手划一划，双脚踢一踢，大大游泳池，游泳真快乐呀。深水区太危险，不能去，小朋友只能在儿童区玩哦。我们来了，带上了泳镜，拿着游泳圈，来到游泳池，一起来游泳吧。伸一伸双手，压一压双腿，跟我一起做热身操，动一动身体。抓紧了扶手，双脚要站稳，双手划一划，双脚踢一踢，大大游泳池，游泳真快乐呀，游泳真快乐呀。孩子们，我们来玩水枪大战吧。我就是细菌魔王，你知道我们喜欢待在哪里吗？我们喜欢脏兮兮的地方，我们还喜欢窄窄小小的细缝里。手上有这么多细菌啊，妈妈，我们要怎么赶走它们呢？想要赶走细菌，一定要常洗手哦。玩玩滑梯要洗手，玩玩沙子要洗手，玩玩玩具要洗手，小手藏细菌。出回家要洗手，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吃东西前要洗手，小手藏细菌，小手脏兮兮，细菌真开心。不，我不要坏细菌在手上，我也不要。那我们一起去洗手吧。摸摸肥皂搓泡泡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搓，到处搓一搓。打开水龙头冲一冲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冲，到处冲一冲。小手洗干净，细菌很伤心。洗毛巾擦一擦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擦，到处擦一擦，细菌在见啦。一定要常常洗手，才可以赶走坏细菌哦。今天好热哦，我要去游泳消暑啦。游泳，我们也一起游泳吧。
变成红色彩虹糖霜。我的红色衣服不见了，四个彩虹糖一起去游泳，一个彩虹糖扑通跳下水，水变成黄色彩虹糖霜。我的黄色衣服不见了，三颗彩虹糖一起去游泳，一颗彩虹糖扑通跳下水，水变成蓝色彩虹糖说，我的蓝色衣服不见了，我的蓝色衣服不见了。哦天哪，我要去问问糖果师傅到底怎么回事。两个彩虹糖一起去游泳，一颗彩虹糖扑通跳下水，水变成绿色彩虹糖说，我的绿色衣服不见了，我的绿色衣服不见了。一个彩虹糖自己去游泳，下水，水变成紫色彩虹糖说，我的紫色衣服不见了。天哪，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彩虹糖啊。哦，你们怎么都变成白色了？你们看，美味的汉堡做好了，哇，好香哦。二三四五，五个汉堡全做好了。五个汉堡在盘子里跳，说乖乖站好，谁也不准跳，乖乖站好不准跳。两个汉堡在盘子里跳，一个汉堡摔倒了，厨师过来生气地说，乖乖站好，谁也不准跳，乖乖站好，谁也不准跳。一个汉堡在盘子里跳，一个汉堡摔倒了，厨师过来生气地说，乖乖站好，谁也不准跳。我们继续跳吧。我是甜甜圈小厨师琪琪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做的甜甜圈，看起来很好吃吧？哇，已经这么晚了，我得赶快回家了。走喽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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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着小手转呀转圈圈，我们都爱跳舞。红色蓝色黄色甜甜圈呀，大家一起小手拉着小手转呀转圈圈，我们都爱跳舞。小手转呀转圈圈，我们都爱跳舞。一二三四，咦，结束了，跳跳跳。哇，哎，刚才明明有声音啊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哦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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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床后要刷牙。好的。睡觉前要刷牙。知道了。刷牙时间，准备好啦，我们一起刷牙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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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，上下牙齿刷刷。好的。左右牙齿刷刷。知道了。拿好牙刷，不能乱跑，我们一起刷牙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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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吐掉嘴里泡泡。好的。咕噜咕噜漱口。知道了。小朋友，刷牙时要注意安全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我是喵喵。今天我们要变成小小医生哦，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医院看看吧。小医生琪琪，我是小医生喵喵，我是小医生，拿着听诊器，放在胸口扑通扑通，心脏扑通跳。我是小医生，拿着听诊器，扑通扑通，让我听听没什么问题。接下来让我来检查喉咙吧。我是小医生，拿着牙舌棒。小医生，拿着听诊器，放在胸口扑通扑通，心脏扑通跳。我是小医生，拿着听诊器，扑通扑通，让我听听没什么问题。
来检查喉咙吧。欢喜笑一声，嘿，拿着鸭舌板，嘿，张大嘴巴，啊啊啊啊，嘴巴要张大，嘿，我是小医生，嘿，拿着鸭舌板，嘿，张大嘴巴，让我看看一切都正常。今天遇到好多小朋友啊，可以帮助小朋友真开心。今天奇奇妙妙变身成小医生帮大家检查身体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哇！